听听好声音，好声音就是要听五哥。在我们今天来到3月11号，先听一段圣经。啊，那么快就要听了？也是要先听好吧，你想要先听圣经，最想要圣经是不是？先苦后甘啊？什么叫先苦后甘？听圣经哪是先苦后甘？好，那我们就先听这段圣经喽。今天圣经来自于马太福音第7章24节。马太福音第7章24节，帮我听出今天的关键字哦。没问题。所以，凡听见我这话就去行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，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好，聪明人房子。为什么不是聪明的房子啦？不是啦，聪明人房子。你有说聪明人有房子的，我并不觉得，我不觉得是磐石，是聪明人他会做出一件聪明的事情，把房子盖在哪里？他刚刚说把房子盖哪里？这个字当然你应该没有学过，所以你比较说不出来。磐石。坚固的石头叫磐石，好，盖在磐石上，聪明人就必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对，所以今天的关键字是磐石。那谁是你？他没有讲磐石啊。谁是你人生当中的磐石？比方说就是我，耶稣，我啦，一点都不像。我也是你的磐石啊，对不对？不是。那你现在干嘛拿我的玩具？你手上那个是你哥送我的，是我的，那是你的，那是我送的。那你送我的，你干嘛拿走？是我拿给你的。那把我洗衣弟弟还我。不要。那我是不是你的磐石？不是。怎么又不是啊？好，所以呢，这个当然我们这边讲说，那个磐石就是奠定在神的基础之上，那就是一个真正的磐石。当然，想当然尔就是在那个磐上面呢，这个雨水再来，风再吹都不会倒。你要去哪里？雨水再来，风再吹，这些一切都不会倒下去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，在听了这段圣经之后，那我们来听听看，你有没有想要说些什么样的话呢？今天是礼拜一嘛，对不对？我今天那个先讲早上的好了。好，早上怎么了？早上啊，我们体育老师换一个了，因为我们原本的体育老师他去比赛，把我们的学姐学哥。啊，他们要比赛，学姐学哥啊？哦，什么叫学姐学哥？学姐学长啊？学姐学长不是学哥？不能讲学哥吗？不能啊，都学长了，没有学哥了。他去比赛是不是？他们要去比赛，老师去帮忙吗？对啊。你们老师好像经常在请假，对不对？哪一个老师？我发现你们体育老师啊，好像常常都不在。你怎么知道？每次都听你们。以前有点长啦。哦，是哦，哦。现在没有到很长。嗯哼。OK， 好，那今天呢？然后呢学姐学哥，然后呢？就没了。啊，今天吃铁板烧。铁板烧？为什么？妈妈还没吃饭，所以你跑去吃啦？妈妈带我去啊。啊，你不是中午吃午餐，怎么又在吃铁板烧？你还好吗？这时候你妈说：“你是第一哦。”啊，你这天晚上你还可以吃东西哦？可以啊。你真的很了不起耶。那你学校为什么不给你吃饱一点？因为学校的餐好难吃哦。你自己爱吃的，是你们说你们要吃学校的好吗？妈妈都不跟我们送。妈妈每次这跟什么个什么关系啊？嘿，然后呢？我想想今天还有发生什么事吗？在学校快乐吗？开心吗？不如说说吧，明天你要准备做什么事情？明天要读整天。对，那应该要做美劳。做美劳不是很好吗？一点都不好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都不会做。会用到胶水。用胶水不是不好吗？不要胶水一点都不好。天气变冷了，你有没有多穿点？有啊。有。我比哥哥多穿的还多。啊哈。而且明天要变热了。不会吧？好像变冷个几天呢。明天只有20度最高。真的、哦？那就蛮冷的、啊。我觉得今天突然变好冷了，晚上。有吗？有的，有的。好，然后呢？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们小何现在在干嘛？为什么没有听？对，赶工没有听到声音，对不对？没听到声音。好，那今天我想讲今天还有。你没有靠近麦克风，我们没有人听得见。
我想想今天还要发生什么事。等一讲完我们都下班了。今天还发生什么事？小辉，你今天好吗？啊？还好，他说他今天还好，为什么？啊，对，那个，我今天太阳本那个150颗星啊。150颗星是什么？就是150分的意思。你得到150分，是多还是少的意思？多。哦，进步哦，是什么？什么时候现在150分？上次那个第二。怎么没声音的？没有，因为突然有个讯息进来，所以我要应该把它按那个比较打扰的。嘿，然后呢？然后，我刚讲到哪？怎么有个讯息进来？你刚讲到150分，然后怎么了？怎么有一个？哦，你要讲什么都不知道。哦，150颗星的妈妈就会送我东西。因为我第二颗那个写很多、那读字、那个语词啦，语词写的有多音字啊，是哦，所以我就会变成150颗星。了解了解，好啊，那就祝福你能够再得到更多喽。那我们随着音乐的过程，150颗星是最高的，请说150好吗？不要说150颗星。可我就很长这样子啊，我就很不长啊，对不对？熟悉的，造成我就听。而且从我们教室现在已经过年已经过了，还要准备要拆掉了，要准备开始复活节了。而且为什么要拿过年的东西？只是一下子而已，就要把它收起来。哎，你真的好啰嗦哦。要不然你就直接从1月，然后3月再拆，这样会比较好。差不多啊，现在也3月啦，大哥，我们该拆了。如果你可以的话，那你就1月的时候就放会比较快。好哦，那下次就帮你弄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今天听听好声音呢，就暂时到这边喽。那期待明天有更新、更不一样的事情。好，那我们要跟大家说什么？拜拜，拜拜喽。